对啊，他这样乱搭，这样谁帮你搭的啊？我不方便多说。不方便多说吗？哎、欸，我们看一下，哎、欸，我们不方便多说。Hello。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我不方便多说。OK 。欢迎今天安安大明星的来宾。那个你们老板说，就是今天就是来放假了。就聊天，没有，他就说反正书也没得买了，所以他就叫你就轻松就好。他说那个好，那我先躺，没有，就大概整个台北市纸都被他买光了。嗯，他已经到，没有，他乱讲的，怎么可能？真的啦，他都快要去国外帮你订纸了。他说他现在整个出版业绩就是全部纸都拿去这个你们出版社那边印你的这本写真书。哎，没有，我还没有，我还没有这么厉害。不要这样子，人生有一本书才短短几天，几天？五天而已耶。他说卖到快特装版完售。特装版已经完售了，五分钟，他不开心，他不懂他，而且你有发现吗？我认真看，我跟你说，就导播从刚进来到现在，到现在才有我的画面，他刚刚整个都是你，哦，你就都在拍我，对，他觉得就是今天如果只有你的话，应该会比较多人看，对，好，我们今天要欢迎那个，他又画你了，直接略过你，哦，真的吗？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样子，哎，什么意思？滤镜就是会一种就是氛围。哦，你说漂亮的公主啊，所以我是看这个吗？还是看这个？我看不懂。嗯、他们两个都想拍你，所以你两边都要看。Oh. 就是你今天不能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他的时候，就他会很开心；那你看他的时候，他会很兴奋。所以我看他的时候，他就会切这台。他会不开心，他就会乱拍。Oh. 所以你就是那我看中间。嗯，你看中间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不会开心，就是你还是不要这样子好了。Okay. 就是你一下子看这边，然后一下子看这边，那你在看的时候，就是尽可能就是放电。这样你会吗？嗯，好，那我们从刚才到现在都没有让你跟大家介绍，哎、欸，嗨，就我们还是要很有名，还自我介绍一下。虽然就是你已经很有名了，哎、啊欸，我没有很有名，不要这样子，真的都要这样，我圈圈姐了，我还在努力中。对，就是要更有名啊，但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嗯、我们要欢迎今天这个带着他那个全新，这也算是你的一种，这是写真书，对，第一本写真书，第一个作品。嗯第一个作品，好，其实这里面除了照片之外啦，那君君觉得照片应该就是比较可能跟大家容易亲近，但是它还有一些文字，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算是工作小日记，啊、对不对？就是我的花絮。对啊，有点像那个可爱的那种漫，就是哎，漫画风。对，从我接触这个现在这个目前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对不对？你是从那个。球场上开始跟这个环境就慢慢产生了一些互动连接，然后成了媒体宠儿这样子，然后终于在今年度，这是2019算几月？八月，我刚刚看到是八月发行上架，然后他的第一本写真书。好，我们来先请那个你的名字念起来就知道，圈圈真的很会。圈，哎，这是我本名，我知道啊，但我就说，所以你从小就很会。是算命师很会，算命真的很会、欸。那你要吗？你那在哪里算的、啊？我不知道，但谢谢你。真的，我觉得很少会有人取这个名字。我们那我今天就是，暑假有实习生，他们都会假装很好学，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这名字怎么念？”他说：“念君君。”我说：“不是，这样念圈圈，圈圈。”对啊，然后念你名字的时候，他说：“圈圈。”圈圈可爱啊，就是太可爱，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装萌的一刻，就是你的再多的呜那种出来的圈圈，有没有？你在那种签名会那种，所以你这边会有没有看过那种签名的时候，叫来我们来一起来欢呼欢迎圈圈，呜这样子，很厉害耶！我觉得那种现场你能 hold 住，我觉得真的就是强大，而且这是一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很需要像你们这样可爱的女生，然后也来跟。这些平常其实只是可能比较常在家，或者其实说他们工作上或者做任何事情太过专注，然后要有一件事情让他会出来调剂，可以调解他们的压力之类的。好，那圈圈先带着自己的写真书，接下来给你两分钟，我都不要插。两分钟也太长了吧？太长你就直接拿那个呼这样子讲就好了。太长了，不要，就是要两分钟，帮我计时一下。现在两分钟我都不会打扰，我是要方便看你那个直播的人，他们可以截一段，就是自己想要保存的，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从头到尾就拍我就好了。我觉得你这样就对我太过分，从不用两分钟，从头到尾就拍我。你刚刚进来一直叫杰安哥，真的是叫一个客气状况而已，你就完全就只是一个做一个样子，就是想说来到人家这边就好歹要有点礼貌。然后他刚刚既然要求就不要拍我，我觉得那不然我出去好了，现在你自己把他主持完。我想应该网络上也是蛮想这样看的啦。
好，两分钟哦，两分钟都只要那个 take 圈圈，然后让他好好跟喜欢他的大家，跟从今天才，也许有人今天才认识你，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情嘛，对不对？然后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跟你的第一本书，来。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圈圈，今天是第一次来安安大明星，然后来宣传我的写真书《一见群星》，它在今年的8月2号已经正式发行喽，就在各大书店跟各大网络书店都买得到。然后呢，这本书是我特地去北海道拍摄的，里面有很多就是雪景的部分，然后跟平常在我的公开平台上或是在我的其他的作品上面不会看到的风格跟尺度，对，就是也算是我从接触这行到现在的最大突破，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购买，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谢谢。还没两分钟吗？怎么可能？屁啦，还是他说屁啦，他说屁啦，哇，我们今天有独家的圈圈说，圈圈刚刚跟我被震了，不会啊，这是没有，这是自然，每个人就都会这个样子啊，就刚刚所以你想录的时候没有啊，刚没有什么事，是一个氛围，感谢一下粉丝，感谢一下粉丝，你们总编辑说感谢粉丝。感谢粉丝哦，哎，可是我在签书会上已经不一样，今天是线上的，现在好吧，今天线上的人比签书会再多一点点，签书会那天就有人，很多人不能去，都托朋友去，不然来我那扛两箱的，没有考虑过他们那个，说不定他是认真支持我买了两箱、啊，不好意思，我跟他道歉，原来是这样，他们都自己去，然后那天只有1000多个人有机会这样跟你见面，现在几秒了？重算啊！耶！哎呦，你有在怕的吗？你常常在外面就是一开口，应该也是啪啪啪啪啪的讲在外面聊。No, no, 我其实是一个很词穷的人。哪会啊，词穷，然后就是所以有一种天然呆的可爱。就词穷的时候就叮，然后就愣住，是不是会我会说哦，好尴尬哦，现在。可是你们在那个球场上啊，或是在任何地方工作过程，然后其实还是很多人会想要跟你们有点互动。那你看到他们，他你总只是挥挥手，他们还是觉得不够、啊。因为球场不用讲话，球场就是真的假的。对啊，球场不用讲话，嗯，就是因为我们，而且我们有16个人，所以每次只要要讲话的时候，我就是会默默的退到最后面。我以为你是班长，你就会退到最后。哎、欸，先你，先我，先你，然后再换你。你是班长吗？我不是，你不是班长。但是你们在球场上就是有另外一个合作，完成一个任务的氛围、嗯，然后就是各自会有把自己角色扮演好，会，就是大家大概会知道说，哎，自己是的长优点是在哪里，优势是在哪里。那如果说哎需要可能讲话啊，或者是需要表演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某一个人会跳出来，是，大家会互相帮忙。哎，所以对君君来说、嗯，去拍这本书，应该说整个在完成它的过程里面是一个人，其实长时间以来都是有个团队、嗯，很多姐妹啊，就是好朋友一起在工作，这次就一个人。嗯，那这两种心情上对你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一种，可能是小小比较一下好了，你更喜欢哪样的工作方式？可是这次独立完成也算是人生另外一种状态的开始，所以也许日后就是要往这个方向渐渐的，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就是要对对要适应，要还是要学会讲话这件事、嗯。最大的不习惯的点可能是什么？然后最觉得说，就是没有人可以帮你，因为我们可能就是2-3个人，每一次不管去上节目或者去哪里，至少就算没有全到，也会至少3个人或2个人。是。那当我可能不知道讲什么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补话。cover 一下这样。对，但是一个人像可能最近就是一个人跑宣传或是什么的，对，所以没有办法，你就必须一个人面对。这样子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就是会有点害怕。不用啦，没什么好怕。我看你也是老神在在，就是要表现的好像不是很尴尬，这样别人才不会觉得你很尴尬、啊。不会啊，你有画腮红啊，所以你尴尬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知道、啊。是这样吗？懒懒啊，是这样吗？你整个都完妆好的，他们不会知道的。是吗？对啊，但是他们这样会觉得我很可爱吗？嗯，他们说会哦、okay, 应该是吧，他们都有说会吧？谢谢对啊谢谢，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个人，你问什么都会，可能一直有人在抖内。哦，就是。脸书没有，外面是我们的同事，他自己说他刚刚一定要懂内，然后就说不用，你人可以来现场，你直接发，对他说一定要一直在那边。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些这种很特殊的氛围，然后还有就是很多那个其他部门同事知道你要来，嗯，那都会佯装
就是要来这里洽工，然后就路过吗？啊，他们就是走过路过，不想错过，然后就在那边可以来跟我合照啊。哎，我们没有要开放啊。哦，我可以帮你们签名。哦，好，他们如果今天带出来，我们就帮他签。对啊，可以啊。你这样会逼很多人现在中途回家。不会不会，因为他们快下班了，还没还没，四点多，你还有你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对啊，你们还可以去回家拿来找圈圈签名，圈圈，难得来到这里，当然要帮大家签名一下，要，是不是？圈圈一个人拍照的时候，跟16个人、17个人、18个人、20个人，更多人一起合照，对你来说怎样的状态是你更容易去表现，还是是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欸，其实这本书我们分三个部分拍，第一次是棚拍，第二次是去北海道，第三次就是在海边，海景这样。海景，对，那个海景也是在北海道的。没有，冷死。我在想问你这个问题，不是不是，海景在台湾，就是你在雪里面，真的也就算了。然后冰天雪地还到水边，我想说你发生什么事？这本书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我可能已经冻僵了。不会，我觉得你拍完之后应该会先去劳工局控告你的总编辑，他说为什么在冷天做对我做这么不人道的事情？然后还要到水边，那啪啪还在那边玩水这样子。不是，因为他们都看你宣传，都会说你冷到连小屁屁都已经没有，对天气没有感觉了。是不是？是你的皮肤没有感觉，就是你这样碰的时候。就是你不会完全是一个冻伤的概念的那种感觉，啊，有很痛吗？是没有感觉的，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痛感。对，在你快要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先起来。那我翻一个，你还穿那个直接坐在雪地上，哎，对，我都觉得好冰哦。哦，这里，对啊，这里。对啊，这也是那个，欸，可以讲 地方吗？可以呀，啊，这也是那个长盘公园。然后长盘公园，然后你就这样坐在雪地上，哎，请问这个他拍了几次，拍多久啊？因为他不可能，而且他就是应该拍很多张。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真的是这个一点，真的是下午3点哦，3点钟，真的很冷，因为北海道他们是大概3-4点就天黑了，所以我们要赶在那个他们快要天黑之前，是，就是拍完嘛，收工。对啊，所以那个时间刚好是有一些夕阳，很美耶。就是因为它要下山的时候，对。哦，我懂了，就是温度越来越跟雪地接近，对。然后还有那种什么，人家讲那辐射冷却什么什么那种感觉。然后我第一次拍的时候，我是直接坐在地上，后来发现真的没办法，真的 hold 不住。所以那个天元哥的助理就去找了那个盘子，烤肉用的那个。纸盘子哦，因为那个是白色的，是，就是刚好让如果有一点点稍微可以修饰，拍到那个就可以比较容易处理。对，因为布没有办法，布会湿掉，对，一定要找一个不会湿的嘛。可是你哦，那这个它只能稍微隔开，可是它其实还是非常的冷。所以这一卡算状态上来说真的蛮辛苦的，就是只要是有做碰到雪的。有啊，我刚刚看到这一卡就真的是让人觉得。你的粉丝现在想，哎呦，好心疼啊！怎么可以坐在雪地上？他们都愿意去当那个盘子，让你坐在他们的肉盘子上，当盘啊，这感觉不好。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我是说当那个他坐的那个盘子可以成为一个。你刚刚一说我就吓到了。我也觉得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广大的读者们，我们觉得你们买了一本好书。开卷有益，其实这本书很重要的状态就是给人心灵上的，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支持跟满足。毕竟你在他们的心里就是属于一个国民女友的状态，是一个正能量，给予大家国民女友。好，正能量国民女友，其实也是，就是你们公司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新一代国民女友。就是粉丝，你觉得还行吗？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们一定是去 quote 粉丝讲的话，啊，然后才会出一个这样的标题啊。你在很多人心里本来就是啊，其实每个时代每一个男生都有自己喜欢的典型，然后你代表的也是一个很大多数人喜欢的一个样子。哎，现在在 FB 这个地方随便po一篇文章，7-8000个赞，我觉得，而且
就是还蛮厉害的啊，而且很感谢你昨天还帮我们，你今天要来上节目做了一篇发文，然后我们就瞬间看到，我们制作人看你发几分钟，然后就五六百，就是很开心的传截图给我说，哎、欸，哇，你看他真的很厉害，五六百赞，我今天上去看，冒整个，真的感谢娘娘您的加持，今天你再来的时候，你那一篇随便按按都快3000个赞，我都吓坏了，我今天想说，那只是我们帮你做了一张小海报而已，嗯，那因为而且那张照片是没有、没有公开过的，对，就是那个。真的，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你的心意，但是他们都感受到。但我们是整个就是觉得感受到你满满给我们的帮助。你知道你来的时候，我们最开心，我们都希望今天就是大家可以来订阅我们安大明星的频道。那你可以帮我们催生一下。我觉得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这句话不要随便讲，是那个人不要让你来，不是我。对，是那个戴黑帽子的那个， oh. 他会说你没空。OK。对，然后他就是就偶尔。你看他都不回答。他不回答，他就是今天四刷，他进来的时候跟我说，哎，不好意思，签书会也办完了。哎，你把秘密说出来了。那没关系，签书会也办完了，没有人知道刷书。哎，没有，在上面有写，在上面有写，真的，但是没有人，没有人知道，哦，真的、哦，没有人会注意到，哇，这是不公开的秘密耶，我告诉你们，勋勋的书已经卖快20000册了。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现在的出版业界需要像你这样，我觉得出版业各行业都在想要做一种什么样去活络这个产业。你知道现在大家一直在出电子书，然后其实慢慢他们也会怀疑说，哎，我印成纸本会不会有人想要收藏，包括那些发音乐的人、他们一直在数位上架。其实 你自己说嘛，哪一个创作的本人他们不想要有一张会有一个东西可以自己收藏，哎、如果哪天硬碟空间不够，然后先从我们先从几年上架的音乐开始把它下架，真的，而且这种去哪里找我的歌啊，我觉得实际拿到一个东西还是比较真的很实在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对，就是想而且这个才有那个质感，有、而且就是有这真的就是你都找黄天仁那么超级大师来帮你拍了，你还不印成书，你是把它用在电脑上，然后这样子，你看你随便放个电子书，是不是有人就给你倒乱乱的倒转传？对，转传，还要再发一篇文章去表达。你有看到？当然有啊。那警察先生有处理了吗？我不知道，要问总编，就是总编处理。对，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就是出书是很辛苦的，然后这里面很先劝导，我觉得是心意，对不对？你都愿意到那么大老远的地方，然后做了这么多的那种为这件事情的准备。哦，对，花钱也是一件，就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还有筹备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我是中信兄弟啦，对嘛，在球季的过程中，然后又要空一档时间出来，对，又要筹备，然后又要什么有的没的，有啊。然后刚刚那个总编跟你经纪人还在讲说，哦，其实你这拍这个书是很经过一些铺陈的，他们先跟你在棚里面互动，看看你有没有经过拍照的状况。第一次棚拍我第一次听到这样说的，因为我都还有时候都会心里想说，哦，就人难得有空出一段时间，带着就走啊。还像你现在那边可能有点暖身，进入一种要出版一本书的。因为其实出国拍的时间比较紧凑，就是固定的天数就是固定的天数，所以你要跟摄影师跟 model 一定要有良好的默契，不然会很浪费时间。真的，也许是黄天仁，什么意思？那么贵。对啦，就是他是黄天仁，而且因为那个黄天仁就是天气又很冷，就是没有办法浪费那个时间在那边。他是摄影界大师了，你问那个拿摄影机的，他想要去接近他都不可能，你还跟他拍写真书，哎，他只要去问他，还是你想拍？他没有想拍，你想被拍，他是想要练习拍。哦，对对对，但是你们总编辑没有要发他的意思。哦，对对，他怕他拍完了以后就是。就要重新他妈发一次，然后你还要重新请假，会比较辛苦。好，这里面有应该真的是就是风情万种，当然不免俗的，还是有一些就是布料少一点的照片，但是看起来算健康的吧？哦，健康啊，只是担心你天气冷而已，对啊。然后哦，什么都有，真的，这可以看吗？他没有。他们没有说不行啊，我已经看了，因为这个照片总共只有3张啊。因为拍这一卡的时候是我状况聊天，是我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不要这样说你。不是，我讲真的，因为那一天是。你先，我来帮你说，他不是状况不好，他是累坏啊。对，累坏，我觉得一整天在外景，就是很冷，然后回到，
哎、欸，我在讲话，你看我在讲话，他不要拍我，导播真的对我很仇视。我刚刚帮你解释，然后看这机，然后就立刻跳到你的单拍，然后你还给他这个样子，哎，不用了。其实他在拍这个卡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已经很累了，然后他进到饭店的时候啊，然后突然间天人哥就想说，哎、欸，这里好像还不错哎、欸，那你要不要换个造型，我们再来拍一卡，然后好再来换你自己说。哎、欸，他在拍你，你确定不讲吗？他在拍这本书， oh, 然后我就拍了几张，大概十张左右。十张，对，十张照片。我觉得我今天是这样子，导播应该蛮开心的。天哥就说：“算了算了，不要拍了，你去休息，你去洗澡，去泡个热水澡，恢复一下这样。”但是，然后我那天其实就有点受伤，内心有点受伤。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是就是因为我内心受伤的点是，我想说在。就是这个居家的可以赶快拍一拍哦、就是，不是因为天人哥应该就是他有他自己对这些、对象的要求，对啊，一定会啊，一定会啊，他拍了那么多的照片，然后而且他会觉得我的可能眼神不对，应该他觉得你有更好的这种样子，嗯，就是、那你知道大师就是他是故意吓吓你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很珍贵，我觉得是啊，十张里面挑了十张里面只有三张哎、欸，就是这一趴真的很少。好啊，因为在那个日本这个地方工作，然后其实 也是真的时间很有限。然后我们刚就比较老一辈的人，嗯，没有人就是在有哎、欸、有日本当地人在那里现场发现你吗？他们没有大喊酒井法子吗？没有，没有啊、哦，真的吗？但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酒井法子。我知道，我们刚刚还在跟他问这件事，但你们总编辑知道，因为你那是你们总编辑的偶像。然后我刚刚就说，哇，这怎么好像酒井法子的写真集哦？嗯，啊，不瞒你说，就是，哎，我旁边有个那个大学生妹妹，她就是酒井法子，知道吗？她就是她，就她本人。哎、欸，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对，但我听过她的名字、欸。但我要讲，她自己就 Google 的照片，她就说真的很像哎、欸。有吗？有像吗？有啊，她是也是这样子讲，所以其实，哎、欸，你就回到日本，所以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你本人就可能应该本来生在日本。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可是日文好难哦。没关系，还是我可以带一个翻译。可以啊，总编辑应该会讲日文。你会讲日文吗？哦，好像会耶。但你觉得你在叫他当你的翻译，你觉得他愿意这样做吗？说不定他喜欢啊。真的是好哎，群群这里面总共几张照片，你有算吗？哎，我没有算过哎。你一点都不好奇。没有特别，还是你真的拍太多了，拍到每一趴都拍超多。那我想问你，你有那个手机私藏的工作过程，就是你请，比方说经纪人帮你拍的啊，还是什么？哎、欸，其实我们去拍照的时候，就小侧拍那一种。哦，台湾的有，出国的没有，因为出国就是只有。那我们来跟那个粉丝约定一件事，就是我们六刷的时候，你就 po 两三张那个你自己的侧拍。哦。让他们帮你冲一下那个销售，然后PO两张圈圈手机。哦，有哎、欸，我里面有一些一定，我告诉你，那就是大家最想看的。嗯、真的假的？当然了，这本书我本来还想说，什么事有人要发问，我们制作人第一次这么用心，然后他举手举超高的，然后跟我说我要发，然后嫌我。签书会有个加长。哦，这件事情、啊、问那个戴黑帽子，问那个戴黑帽子。不是不是，那个黑帽子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冷艳的美女，也要问一下他们两个。那他要先问小怀姐、啊，对对对对，他们要先经纪人要先排出时间，然后黑帽子才会去借场地。因为我经纪人就是我的主持人。对对对，然后你要看他有没有空，因为他很忙。对，最近他接很多尾牙场，但尾牙还久，现在才开学场而已。对，所以那天签书会很热闹哎，我有去看你的、那個。其实我还蛮就是惊讶。大家最远从哪里？可以啊，为什么不？就是很惊讶，因为人很蛮多的，比我想象中还多，因为。群群姐客气了，那已经不叫比你想象的多了，那已经多到让你们总编辑跟经纪人就是有个下歪歪的概念了。但他们、就是、他们说我们签到完，结果是签到人家打烊。哦，对，我们签到真的也是蛮会的。你工作就是、嗯、那他们有帮你们，他有�帮你算呢。他说你签了超过5000本，差不多5000。那你手都不会酸？那时候你的名字也蛮难写的啊，笔画也算多哎。就是可是因为我一整天都没什么吃，所以我比较在意我肚子很饿。不好意思，但跟签名比起来，你身为一个女神，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在意的是吃。哎、欸，不是，从两点开始，等于是一点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你，真的太接近他们家，就是天然会认识的朋友。你说隔壁的人，有隔壁就这样，然后隔壁怎么会有长这么漂亮的人？那种感觉。
这种心情。那所以你可以吗？从一点半到十点半，如果都没吃东西，我跟你讲，我如果我办制作人如果帮我办签名会，我应该五分钟就签完了。OK， 就是如果就制作人两个摄影，然后我们导播就签完了。但我有在台上偷吃几块，也没有偷吃，正大光明的吃几块。是粉丝送的、哦？不是总那个总编准备的、啊、我就一边讲很好哎、欸。天哪，总编只给他吃鸡块，他工作很久，才两个鸡块，还有一杯可乐，还有一杯可乐，总共四块鸡块。嗯，好，但是你要加长吗？这个计划，你心情上，我们不要听到听出来的声音啦，他讲话不能负责任的，我们今天他随便讲一讲，然后对啊，你们去那个去留言，对，去留言啊。啊、什麼就写一个说你们想要加场吗？你就办一个这样的脸书留言，然后下面按赞超过八千，寄 email 去总编的信箱，你就写一行字就好，就没有任何照片的，就写你们想要签书会。你现在写，现在吗？即刻发文。刚我没有发照片、欸、不用照片，不用照片。然后这一篇如果纯文字有超过10000赞就办，一万哦。你说这个。有超过10000赞，对啊，这不要写上去吗？不要，就写说好啊，你就写说你们想要签书加场嘛，太低哦，你真的很机，我知道啊，你不用替人家着想吗？你还真的想要怎么样？我真的，你就是没有照片。那我写什么？你们、就是、你们想要签书会加场吗？然后说这篇超过10000赞，我们就来定时间这样，然后后面写我要写总编说对。总编说这篇超过10000赞，留言破300。哎、欸，你的留言最多到多少？我不知道。留言300很少哎、欸，你留言都有到2000，算了啦。哪有啊？留言都有到2000。有吧？我那天看。那应该蛮容易的吧？那我们先用网吧点一遍都不。对啊。对啊。是吗？不要理制作人，他现在沆瀣一气，就不要理他。沆瀣一气是什么？就是、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丘之貉，他们两个现 在一起在为这件事情就找脱身的理由，所以你就是给他那个，就写说总编辑说10000赞，这篇留言10000赞，我们就来定时间，然后面写圈圈，怎么用写圈圈？这就我的粉钻。对啊，怎么写圈圈呢、啊？那才有写字的感觉嘛。对啊，圈圈敬上，他还叫你写圈圈敬上，他还有写信哎、欸。网友问说斗内多少被查？就什么、啊？我们不用，我们没有要用斗内这件事，就是你们来现场就好了。你们就一直去买书。你说总编说这篇文按赞破10000，我们就来定时间，然后后面一定要写圈圈，然后写20。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们现在真的在 live 啊，然后写2019年8月20这。在安安大明星，这样可以吗？哎、欸，顺便就是 at 我们一下，好，很快，真的是，哎、欸，那个 at 我们一下，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我们 IG 比较悲伤啦，就是我们，哦，我现在是在粉专哎、欸，我没关系，你先，等一下你再转发 IG 就好，然后记得 at 我们一下，安安大明星，我们 IG 到现在都就是没有什么人来追踪我们，我们是蛮难过，然后安安大明星的频道，哎、欸，现在几人订阅频道？他每天叫我在那边讲说什么，那我要发了哦。对啊，你就按出去，对，拜托你。好，开始算赞。好，你们开始去按赞吧。大家记得看我们的直播，哦，超好的。然后等一下，你在你的 YouTube 频道上也可以顺便 at 我们吗？我们现在才3000多订阅，4000了。啊，我就这样截图，然后 po 到我限动。对对，就一直这样弄，你在那弄。是这样吗？哇，你人真的很好哎、欸！天哪、啊，我真的觉得我遇到一个好朋友了。然后我们真，我跟你讲，他从那天就留一张纸条给我，天天在那边讲说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有幕后花絮吗？记得打开小铃铛啊！我都没有人要理我，所以你帮我讲一下应该比较好。等一下再发。对啊，你有按出去了吗？脸书的脸书的按了。哎、欸，我们是让大家知道，就是君君就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这一篇如果真的超过10000赞，我们就总编就会办，不是我。拍手。给我们两个，想要在哪里办？我帮大家签吗？不是啊，当然是他。哦，他当然啊，你签谁要 啊？不好意思，你签支票。这样真的。对呀、啊，哎、欸，我们今天还是有，就是把一些精选的照片就放一个，算一个大图。我们来，因为书一直翻，就是也就是比较辛苦。然后因为你到了很多地方，对。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一张一张图再简单讲一下当时拍摄了、哦，有我们把它弄成一个一个的。哦对啊，这是封面，封面其实是圈圈很爱的一个造型。好想看他们说什么。干嘛？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他们来看什么？你们哎、欸，你们这样会让我们分心。他们留言说什么？没有，大家都希望加场。哦，一直在希望加场。你们两个看留言啊，我们要
主持节目。哎啊，这个造型真的很喜欢，这个造型。好了，刚刚那个君君因为自己有提到，所以你就这种假皮草啊，或是这种就是比较贵妇的衣服，就是其实女孩都喜欢。其实说真的，我其实平常不穿这么厚重的外套，因为看起来会很宽哦，比较大只。嗯，那是因为刚好要去北海道拍照，然后觉得皮草很适合雪景，而且还选了个 Tiffany 绿的，特别去借的，真的会耶，是不是？这件很可爱耶，我觉得很可爱啊。那时候拍完的时候，它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上下半身颜色没有搭到，不好意思，没事，就是我们两个刚才在讨论的事。但是也许他是故意制造的，全身黑耶。全身白，全身黑，对，感觉他还说比较一致。嗯，可是就是留一些这样让大家讨论，不然如果我们再刷到十刷的话，这一张去重拍。好，拍全身白或全身黑，再换一个皮草。对啊，真是逼死总编辑了，再去一次北海道。那我不想，我想换一个地方。好，那你这时候你再告诉他，这十刷以后呢，他现在脸色在改变。你不用理他、啊，他脸色改变，他很开心，他觉得如果可以到十刷，他也算是他人生经营出版社，就是有一种就是重新起飞的一年。我一定不是第一个十刷的人吧？有啊，因为十刷。对啊。他在激你，他是叫你认真卖书。很认真啊，我就他四刷了，对啊，这张照片真的很可爱，然后整个造型啊，然后所以你平常也会把头发这样绑搭起来吗？还是比较少，因为你都短发了，其实短发再扎一个，然后那所以那尾巴不就小小一根，就这样短短的很短。那你现场先假装弄一下，大概是怎样？其实我觉得我绑起来好像比较好看，对，你怎样都好看，绑起来比较这样也可爱，那样也漂亮。都很可爱啊！哦，其实那种短短的那种小小一个那个尾巴这样子，看起来也是一个还蛮俏丽的造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好啦，这张你也很喜欢，所以这封面是有经过讨论吗？你自己有觉得就是有投票权吗？他们有問過你嗎？我先选个几张我自己喜欢的，然后丢给总编跟天人哥还有经纪人。一起讨论，对，看要哪一张。他们就是还是比较专业啦，对不对？那么他们就看艺人这么多，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应该是说让观众来看你，也许会跳出一种比较没有你主观意识的。对，就是我们就全部总结，再挑四张出来给粉丝选。了解。其实我在想，就是这些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喜欢你跟欣赏你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你就会拍出更多更多这种不太一样造型啊，然后不太一样的那种装扮的那种照片，就是可以呈现不一样的我。有，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当你这样出去办一场见面的活动，如果真的台下问大家说翻开你最爱的那一页，哇，你就看到台下心里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种成就感，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我在人家心里每个样子都漂亮。你会害羞不好意思，你是拉拉队的，你不是要做嚯嚯嚯这样子的吗？对啊，害羞，为什么不会害羞？那你会叫那个全部下面那些男子汉们一起，就是帮你那个呼唤吗？他们一起去这样子？不会，我会很害羞。我前两个礼拜在那个天母棒球场，有一个粉丝就带了我的抱枕，而且因为书里面送的抱枕是抱枕套。套子而已，然后他把它装了整心，就真的去装了整心。对，他就这样抱着一个我在球场然后他就坐在那个离那个看台，就是离我们加油的地方，大概注意，然后你也看到他了，六七排吧，很开心。不是，他那个是大家都看到他了。对啊，对，很好啊。他那个他就举起来这样。你有看到那个摄影弟弟腼腆的笑吗？他是说，如果是我也会抱去球场。OK， 他的那个表情是这个意思。他这样举起来，他是代表那种腼腆男孩的，就是同一个款式。然后什么好尴尬？那不然你叫我买到敬礼。那你这样，那你请那个有买到的。你如果再办一场，请有买到都报到现场。好像可以耶，好像蛮帅。酷这样真的很酷然后就可以圈圈跟圈圈抱枕的一个见面会。那我可是因为我觉得很害羞的原因，是因为他抽到的那一款刚好是，有一面是穿内衣，稍微清凉一 点的内衣裤，因为一款是那个泳装的嘛，然后一款是衬衫，一面衬衫一面内衣裤。他是拿着衬衫那一面朝着我，等于说他后面的球迷全部看到我穿内衣裤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害羞。没有，我就觉得很害羞。我告诉你，他是炫耀，是炫耀吗？当然啦、啊，你以为那个
五分钟就买完的东西，他抢到哎、欸。哦，好吧，他对他还蛮厉害的。拜托，真的，他比抢什么花莲、太鲁阁号那些票还要难，真的很恐怖哎、欸。他如果说五分钟都开满都卖完了、然后我们想说，哎、欸，我们约君君来说，哎，不好意思，我们签名会也办完了。那我们要来是要干嘛？哎、欸，没有签名会办很久哎、欸，而且总编很过分，他没有。终于说这句话，总编很过分，他没有制止，就是你想几点来，假设你。十点来，大家还在前，你还是可以加入队伍。这样才对啊！你怎么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做事很辛苦哎、欸。好吧。对、啊。而且他们很好笑，他们因为那天有球赛、他们说就是去球场看完比赛要回来，怎么还在？我以为他们是说去球场看比赛，你不在那里要生气，然后没有啊，就是他们是先来排队，然后排一排，发现哎球赛快开始了，感觉签不到，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哦，他不晓得你这样言出必行，真的签到完。对，离开以后比完赛回来以后还在。好惊喜！天哪，你真的很贴心哎、真的不愧是一个贴心的啦啦队长。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你不是队长，不好意思，为什么你要当队长？哦，来，你们怎么选队长呢？我们选队长还是没有在选这件事？有选。那你为什么没有参选？我们队长选的是，领导能力、哦，就是会看领导的能力，然后看舞蹈，然后跟说话，跟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做到可能公私分明啊，或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尽可能让这个各方面都很 balance。了解了解，所以你在舞蹈方面比较不行。嗯，你怎么知道？我随便猜的。我想你有做功课。一点点，就跳比较烂，因为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当队长。我们的队长他是从小跳舞跳到大，就是在外面是算可以当舞蹈老师的。哇，好酷哦。所以你在舞蹈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能力参选。Yep。没关系啦，就是在舞蹈的第一关就被刷了。就 OK OK OK， 这样也还好。哎、我们再看一张照片而已。哎，对。再看第二张，有哎、那所以。拍这些照片的哦，这就好像要跳舞了。你不觉得后面那个景很美吗？这是在雪地。对啊，就是一个很空这在哪儿啊？空旷的地方。啊，后面那是什么？那是树吗？我忘记在哪里了。那是叶子掉光光的树吗？在那个，反正就在北海道。啊、哦，对，在那个我们离开那个白金什么公园？白须瀑布。哎、你等于去了一趟北海道很可爱的旅行，然后去了一些不是一般人旅行会最可惜的地方，就是没有泡到温泉，就是因为时间太赶。但他们有让你泡浴缸啊？这个浴缸是在台湾。好，真的好，真的不好意思。哎、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有室内温泉的浴缸。这个不是在北海道，这不是。好，那就不要看了。为什么啊？台湾拍的也很辛苦。不是啊，那他们回去再看啊。Okay. 对啊，然后那个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你一个要跳舞的感觉，一个 pose。他就是想要拍带到那个是美音吗？有人说美音，应该是美音。就是带到后面的景色。哦、就是因为写真可能大家都比较着重在近卡的人像。了解。天元哥还是就是在构图上有一些他的语言，他就说一定要放书里面一定要放个几张，就是有都到那么漂亮的地方去了，那你要拍那么近，就拿就要到北海道，就到旁边那个快车道就好了，那你就可以拍很近。好像也是，后面那个树很可爱，那树真的长得很妙哎。他们就是很瘦，不觉得很像童话故事里面的景色哦。好啊，你怎么说都可以。然后这时候头发很短，超敷衍。我没有敷衍，我是说真的很可以，怎么说都可以。OK，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口头禅，因为我觉得每个创作者本人就有一个，就是诠释他这个画面的概念嘛。那个概念其实是呼应你的心情。这句话的用意其实是这个意思。好的。对，他绝对不是敷衍，因为对我来说，他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他看起来其实比较仿古的一种风景。它比较没有很现代的感觉，因为我们现代如果到那种地方去，要不就喜欢一片空旷， 你怎么会想要去就是拍一排，就是其实要去看树家的心情。对，它真的是蛮艺术家的感觉的。你看那些树的姿态，其实相对应于你来说，而且我就是刚好在那个位置。对啊，但这一片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算辽阔啊，然后比较单调，它只有你是在那里面。最华丽的，而且它跟天空，我觉得是很就很接一线那样的感觉。你这样平均
拍照的那种地方，这样拉一趟车，应该也都拉蛮久的。还是其实都你们会在就近的地方住那种民宿？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北海道嘛，其实我看你去了很多个地点，它移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蛮多时间。我们只有分那个札幌跟另外那个地方，忘了叫什么了。是。对，反正就是没关系，反正天人哥就是个日本通，所以他在那个地方都已经很清楚，就是、比较郊区的地方，他大概可以理解到那里有什么风景。我们没有一直换住宿的地方，是，我们就租车，然后从同一个地点出去。本来是想说要自己开车，可是因为自己开车还要找停车，然后还要雇车什么什么的，会比较麻烦，又怕迷路。了解。所以就是可能多花一点钱租车。嗯。那我们去拍，他司机就是到一个定点，我们下去拍一拍，然后上车这样。哎、欸，你这样去那里工作了几天啊？4天。总共拍3天嘛，但是3天满满的。人要去日本，然后不是为了去玩这样子。我有留下来玩啊。你有在后来留下来玩？拍完工作结束之后，就有自己在那边放松几天的。对，但对，就是有逛。不然这一趟去就是给起哎，真是。因为那3天是真的完全、就是。那3天应该像在战斗一样吧？每天这样。每天都拍到晚上很晚。拍到太阳下山，可是下山以后还要准备明天的衣服，然后要做搭配，然后要想明天，因为去了才会知道说，哎、欸，那边的天气状况怎么样，然后头发要怎么弄。嗯，因为外面你是没有办法而且人都在，如果当天又下雪又天对头发是会塌掉，对不对？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先做好准备应付它。就是好，导播再给我们看那个，就这是我误会的，我以为说你。总编辑人真的很可恶，就那么冷还叫你去水边。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跌进去的话，真是冷死了。这在如果是在那个雪北海道的海边，我可能真的是没办法笑。哦，你这种笑容真的是一下，你这摆着就有了吧？你可以模仿那个群群笑一下吗？你这样吗？我忘记了、欸。很难哎、欸，哪有很难？就这样就有啦、啊。那难什么？就现在立刻框里跟框外是一模模一样样的状态，就一模一样。有啊，我帮你等下自己回去截图。现在有点尴尬，那个是真的。然后什么好尴尬？全部都是你吗？那是看海的心情。哦，真的？那你把他们当成一片海啊？对啊，那是海里的生物。有，就各式的水母。寄居蟹。有，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很可爱，所以就这样在台湾。我很喜欢那个头巾。我正想跟你说，那个头巾这样绑一绑，那整体造型。那天有请那个造型师。对。所以做一个你觉得很可爱的样子。嗯。然后那个黄色的那个。算是泳装，对，它是泳装，它是泳装吧，好，就这样，感觉来说也是，就是很有设计，然后那个黄色，那个亮丽的感觉，我还蛮喜欢黄色，对啊，感觉这样说你整个那个状态，这张真的很可爱，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张，然后你们总编辑会挑出来给我们说，一定要给大家看，是你挑的、哦，对啊，他挑的啊，很用心哎、欸，刚好挑到我很喜欢的，这张是我很喜欢的。好啊，那我们再看下一张挑出来，圈圈会不会觉得总编辑乱挑？好，好，哎、欸，这样子，哦，这样我们刚刚有看到啊。哦，这一系列是我经纪人很喜欢的。哦，就是每次只要有什么通告或是要什么需要照片，他都会说，都给那张、欸，要不要放那个喝牛奶的？每一次 always 都说，哎、欸，还是要放喝牛奶的。哦，真的，对，就很可爱啊。好吧，我很少听到就是这边在做节目，那边一直在那一直在聊，加入不是不是，说他们一直很爱做出一些，就他们对你就是已经爱到一种境界，也是愿意要加入我们的话题。我觉得没有，不是这样子，他担心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呈现出赞美你的氛围，他们喜欢在旁边制造更多就是那种，对啊，好可爱的、啊，就大概是这种概念，对啊，啊这个 pose 有很难拍吗？没有啊，他就笑我说你就是在那边喝牛奶啊、哦，走来走去喝牛奶，来人啊，加一杯牛奶啊，自己刚好没有牛奶，对，那你要模仿一下吗？天人哥，天人哥，不是天人哥的拍照模式就是，除了第一次棚拍让我很紧张之外，后续的拍照他都是会用一种，哦，你就玩你的啊，啊是哦，你就做你的事这样，就是他就抓一个很自然的你，就是在海边，他就说你就玩水，然后他就说你就想象你跟男朋友在海边戏水，
哦，他就给你一个镜，他就给我一个状况，让你去演出这样之类的，或者是想象你跟朋友。他毕竟也真的是就是编导，就自己一切都他掌理，然后他还自己掌镜，嗯，哦，这很好哎，就是人生第一次出书就给黄天仁拍，真的我觉得很荣幸。我觉得是真的是还蛮值得骄傲的，因为老师他就是蛮会带领。我相信真的，然后他在摄影这个领域里面就已经是一方大师这样子的概念了，所以你这个是大师级的那个作品，难怪要卖那么好。其实大家其实是蛮回去学习怎么摄影，哦，蛮重要的，各位男朋友们，哇，各位男朋友们，哦，好，可以好好学习一下，好，就是哇。他们现在网络上应该大家就很开心，你今天终于给他们一个名分，终于不是有实无名是吗？对，然后他们今天终于就是各位，但是他们还是各位，就是没有人就是有被指定，对，所以大家就好好自己去角逐，那我们最后没有要选冠军的意思，好，快点，我们要继续看那种下一个照片，把它放大，是下一个吗？是啊，他。哦，这在台湾拍的，对。但女明星拍就是一定都好像一样拍一下泡澡。你本人在泡澡这件事跟其他人在泡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什么意思？啊，就是很这种浴缸啊或什么，就很容易出现在写真书里，然后也都会在挑选照片的时候，大家都会拿出来那个，可能就是欣赏。那您个人在这个画面跟你觉得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是泡泡浴吗？就是很多人的泡澡，它是放有泡泡的，但是我们就是纯白的，对的，纯白的牛奶浴的感觉。哇，所以他们其实一边在拍照，一边在帮你健身美白，真的对你很好哎。不是哎，那怎么？重点是怎样？他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书的主要的主题就是白色，纯净洁白。群群姐，我刚刚失礼的地方，那你好好解释一下纯白。所以就是一边泡澡一边喝牛奶。所以你就是渴了，它你就潜水一下，它起来就好。哎，有啊，哎，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放那个照片哎，好像没有啊，没有放到。没有吗？有一个啊，没有放到，没有放到，有特别拍那个，就是有。没关系，我们十刷以后怎么看得到？你知道。他都知道，他现在很骄傲的跟我们说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对，因为他是总编辑。十刷以后就可以拿出来放。好，十刷里隐藏版的照片。隐藏版的照片，请大家再努力一下，还有六刷，还有六刷就十刷了，还有六刷就十，因为现在四刷。哦，对，还有对，对呀，群群姐，还有六刷，还有六十刷了，加油！好，那看下一张，还有吗？你就只跳五张给我们哦？我不知道哎，还有，不好意思，他只是比较慢一点。嘿，来的，这就是宣传照上面的，宣传那个安娜。这张很可爱哎，是哦。对啊，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就是不是在我很喜欢的那个前几名哦，真的哦。对，但是好像蛮多人有感觉，嗯，这张很像漫画里面的那种，就是女主角。那你会注意到我大小眼吗？不会啊，哪有大小眼、哦？所以是我自己，是你自己，真的很可爱耶！我都在意一些很奇怪的点。不会，你微微的啊，没有很明显。没有大小眼啊，哪有啊？没有很明显。不是，对啊，那转头过来，如果你转这个角度，然后两个眼睛一样大，我们才真的觉得你人有大小眼了。因为这个时候的眼睛怎么可能一样？一个在比较远，一个比较近。我懂你意思了。所以这个时候眼睛不能一样大。他这样的比例是对的啊，因为他拍的是一个侧脸回眸的感觉，对不对？不然你现场回一下，就是我今天应该穿这套衣服来的。可是也还好，你今天穿粉红来比较漂亮，是吗？我今天上节目穿这个来吗？可以，你下次签书会穿上去，他们一定很可以哦。然后摆个这样 pose， 这个很热哦。哦，真的吗？那是毛衣哦。下次签书可以冬天吧？不会啊，一万赞你可以办在耶诞节。可是他怎么马上就过了？怎么办？一定马上就会过啊！不是，等一下，过了，你说过了一万赞，不代表要马上办吧？只是要加场而已啊。对，要加场，要定时间啊。对啊，定时间啊。对啊，那你们比较 prefer 哪一天？就是不会流汗的时间。很热，很热。你知道前几天那个。
签书会那个地方是热到爆，而且就是有几乎三分之二的粉丝都就是在阳光底下。不是不是，我是要说他们都在晒太阳，对啊，因为他们排出去，对，排出去，但它是一个看起来像室内的户外。啊，我懂。对，就是天井。是，对。叫天井。对对对对。对吧？就房子，然后它盖了一个回字形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在正中间。他，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想要就是不会流汗的季节。不会，他们只要可以看到你的季节就好。当地有点像集体帐篷了。哦，一起这样子，大家在那个地方就享受一下，跟你在同框。哎，他们跟你一起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呢，那对他们来说，人生也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刻。挺难忘的，是吗？对啊，他们怎么可能跟你关在同一个密闭空间这么久？哦，而且很近。对啊，而且就想看到，没不是，而且想看到就有哎，群群群在哪里，然后就跑去，哦，群群，然后就走。你很不乖。我没有，我是模仿一个概念，就在一个表演的状态。那这个也在日本吗？还是在台湾？这是雪景啊，后面是雪地。哦，因为它这个就主题蛮明确，就是把你放在很对，它后面有点很那个，而且哦，你那个，你那裙子这样掀，真的。也是很厉害，我就是播一下。我们现场是不好意思这样示范这个动作，但我真的没有他，那没有他很天然的就是这样做的，那也没有什么小心机啊，就是他是很自然的做，所以这个动作才会让人家觉得可爱跟单纯。如果这里看到你刚刚总编辑讲那种小心机，这张照片就不会这么多人跟你说他很喜欢。你要相信自己，我觉得这是你这次拍照给我们最强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这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就哪怕说，我们说这里面有稍微比较裸露，就它一布料上的尺度大的，或是像这种有一点风情的，然后有一些姿态的，那其实它都是蛮自然的，它没有刻意要去制造一些什么比较可能是煽动什么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就很自然啊。也许那也不是在播裙子，就你刚好抓着转了个头，然后手刚好就往上，一伸就这样而已。这是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感觉，所以它其实会让会还是会带着欣赏这张照片的这个人的样子去看，那不是在好像想说哦，不然看到这种应该想裙子下面有什么？有什么？啊，对，裙子下面有什么？就大家会这样，就是一般看，当然就是这是一个不知道，就是看照片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感觉，这张照片真的很好看，除了你自己莫名其妙以为的大小眼，没有这种事。好，是你眼睛很有事。好，是你本人这个眼睛看这张照片很有事。好，他没事。好的。好，再看下一张。哎，没有了。有，这是我的封底，是吧？哎，对耶。我的封底。那为什么要？就看完有一种很累，看太多。你说就坐在雪地上啊？我知道，我是说这个照片，哇，这样看起来就是精神奕奕啊。然后看完这本书之后就很累，可是这个意思啦。跟你的制造一个情境，然后直接说看完可以休息咯，那明天再看，或等一下再重新看。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这张封底？哦，我们有四张照片，然后不是要选封面吗？就是两张是封面，两张是封底嘛。然后一款是特装的，一款是一般的，这是一般版。这是一般版。对，那时候现在也只有这个版啦。那个时候的一般版的封面决定是这一张之后，后面就决定用这张，原因是因为这两张都是雪地的。哦。对，那特装版的那两张封面跟封底刚好是都是棚拍的。哦，懂懂懂，就是做一个区隔，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现在买到特装版的，就是有一种在一直在那种就是得意的笑。对，而且因为现在外面就只剩下这一本，因为我经纪人有上网去抢，也没抢到。啊，真的哦，他怎么那么给咯？我是总编说要自己去抢。总编真的很在那边假公平哎，是真的，总编说要自己去抢。他就自己留好自己一套而已，然后就给大家去抢哎。什么？所以他也不要给我们，我每次而且那一天就是要开卖的那一天晚上。一抢完以后，经纪人就在我们的群组说：“我都没抢到，总编还是没有刷给他。总编就是打哈哈带过这个话题。因为你们总编就是他每次带就是他的那个新的作品来，我们就说：“哎，他那个你可以带那个就是。”
特别特别的来跟我们，就是帮你，他说不要，那个都卖完了，没有，我那里没有。我说可是你要上，你要来媒体，然后大家那么友善，都好朋友，就是也是一天两天的事，就帮就让互相观众过过瘾嘛。他说没有了，都没有，他们就是这样子，很过分。哎，经纪人你至少要有一份吧。啊、他一直在讲说真的没有，然后你叫他加音，不行不行，这样加音那些抢的人怎么办？你有想过他们感受吗？对啊，我就想说，好吧，你就这样讲，就好像也是哎，他好像也是蛮有诚信的啦，难怪他的就是写真书都会一直以来这么大卖。嗯，其实也是因为他经营上面来讲，就是有他的小心机，就他自己，对啊，然后他海报一定要有两种，对，然后我刚刚还给他看说，哎、欸，那今天有没有两种都看得到？对，今天是哪一款啊？然后他就说，我们都随机的，我们都随机的。啊，然后他今天拿来就这一款漂亮，对，然后我就说自己 说漂亮、欸、自己说漂亮很好啊，哎、欸、对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可爱，这是你翘屁股的那个照片，这是雪地，所以这张我当初真的就是看到那个圆圆的屁屁，就是看起来就很明显。我当坐在地上，就是这一张啊，就是这一套的，就是我的屁股直接坐地上吗？天哪，太残忍了。然后而且拍这一张的时候屁股是直接在地上，因为这是第一天，那一天我们还没有买盘子哦，还没有买盘子的那一天。对，我们是当天拍完才决定说，哦，好像需要准备盘子懂才去买盘子。懂。然后那个啊，对，讲到这张海报又有一些新仇旧恨了。我就说，哎、欸，你不是有不同的海报吗？那另外再拿一个给他说，哎、欸，不是，我拿的都随机的，然后翻了两侧，你刚有听到吗？然后翻了两侧就说，哎、欸，都是这张，他也没有拿给我们看呢、欸。他人真的是，然后就是真的一种他的坚持，所以要贴在后面这样。对啊，都贴在这里。很多人应该都贴在他们自己家里了啦。日本粉丝留言会来日本吗？哎、欸，他已经去拍过照片了。会啊，他有去。其实最近好像蛮多，不就是有几不少日本粉丝有问这个问题。真的？你请他们来啦，叫他们来观光。哎、欸，对啊，刺激一下。哎、欸，不是，因为我一个人去比他们全部的人一起来好像还要简单一点，是吗？那我们来问。那我们等一下再问问总编，我们再留一篇留言。如果有一万个日本粉丝按赞的话，那我们就去。一万个日本粉丝按赞、哦，好啊，那就再留一篇说一下子开放日本粉丝按赞。那你要写日文留言哦，留言留言、哦。好，那他们可以來留言。没有，不然就是如果有超过一万个日本粉丝拿着我的写真书自拍留言。好，我就去办签书。多好啊！你说多好，因为没有就开一个，也是要就是大家设一个小小的约定嘛。因为其实这一趟要出门也没那么简单。对、你现在就是也那么多工作在身上，然后你去了那球队怎么办？然后你的啦啦队，还有你经纪公司这边也有一些工作的安排。冬天再去、啊。对啊，就到时候啊，所以大家刚刚群群说，如果真的是日本的粉丝啊，你们就在那个在地，让他看得到说，哦，你就在那里拿着他的写真书或拍一张照片，对吧？你不是在台北装日本，这样也不是办法。好也是，对，好也是，就是大概那种概念跟心情，然后他们就拍一张照上传，然后让你看到。其实这样一把它拼凑起来也是一个很可爱的粉丝照、因为就是比较怕，你知道去了半人然后没有人，不，人很少，人很少之类的，这样没有这种事。中间不是有写一张，放在导播室里面，哦，然后他被人家拿走，好吧，有可能。229了，2279赞。好，他说那一篇留言就是破一万赞，就真心要跟你再加一场，至少加一场吧，就准备加场，选地点，就是照他楼上写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他说主持人一直助攻，助攻哈啊！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你们找那么来不就是要帮你们的吗？不然就是主持人一直助攻。所以你们要记得订阅，对啊，安大明星订阅，加小铃铛，什么要打开？因为我跟 YouTube 不是很熟，没关系，那你帮我们推，你帮我们推票 Instagram 也可以，哦 ，Instagram 这个我等一下会分享。哦，真的、哦，那我等一下个人的那 Instagram 也可以，请他们来那个按赞一下，我那人也是蛮少的，都可以这样，在经营哦。你怎么这样子？我等一下可以给你拍张照嘛？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蛮少在经营，不会啊，那我们。
我们现在决定也要这样来吧。哎呦哎呦，总可以有人说香港如果有的话就好了。好，等一下来 po IG。好、啊，哎，你可以下载一个美图的城市，美肌。哦，真的吗？欢迎叫美肌的吗？哈，不好意思，只有我有，没有美肌的。嘿，有我有美肌的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是这里耶，用这个可以吗？啊、对、啊、就是这个、啊。这也塞不？我都用这个。你都用这个哦？那他要用哪一个？那个、拍比较漂亮啊？直接按就好了吗？来，帮你看一下、啊。你看，这样too much啦。对啊，我现在在帮你看啊。哦，人超好的耶。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拍一张。你可以把这个都调到最小。好，我真的很会耶。因为，他、啊、这样脸好红哦、喔，你这样好像太假了。对啊，你这样好像化妆品又很多耶。他们讲不知道我们两个在干嘛。对，我们现在在调那个。我们在调，我们要拍照。对。哎、欸，我们要拍照干他们什么事？他们会不会生气吧？我看一下这样呢，好像可以。这样有吗？哦，拜拜拜哦。那脸有点红、欸。等一下，等一下，三二一。啊！好了。好好好，等一下再来。不小心按到打勾。好，先等一下再用，等一下。等一下再用。好，不好意思，等一下再研究。我们两个刚刚来拍照，那就是今天要来。那我等一下就是去追踪你一下，然后你再追踪我一下，这样子，帮我们推荐一下嘛。我可以帮你推荐，但是我的 IG 没有追踪任何人，不好意思哦、喔。那我可以帮你分享，没关系。真的啊，我可以给你看。群群今天来宣传那个他的作品，那好奇的后面呢，我们刚刚没有聊到的部分。分享那个暗赞的，希望他会赶快破10000赞。这边真的很可爱啦，其实我觉得这几页这种生活，这个就是那个啊，我那时候去北海道拍照的一些花絮，嗯，但是我自拍比较多，了解，对，然后那时候去北海道的衣服都是我自己扛的，嗯，还有这些文字吧，这些文字就很像你在跟大家聊天啦，我觉得我在想，其实这个部分也很重要，这也是书里面一点小小心意，除了让大家看照片，好像感受到你在跟大家对话，嗯，这种就是这本写真书里面最珍贵的部分，好。我们已经聊超过一个小时，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来，然后那个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君君亲切的，然后害羞的人哦，到这么红还这么谦虚，真的是很有风范，很厉害。好，最后再帮自己推荐一下，因为我们要实刷才要去，哎，我实刷要去哪里？哦，实刷我们要给大家看私密。特别版照片跟可能会去日本、哦、实刷要就是有跟大家分享没看过的照片，跟大家分享没有公开，就是没公开过的，没有公开过的看那个啊，群群手机的啊，跟那个总编私藏的，嗯，私藏的在我这里，私藏都在你那里，对，都在我这里、哦、好好好，那就怎么了，有人说特装版可以再发行一批吗？特装、欸，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发问的人是很欠揍、嗯，那不是应该他决定的是吗？对啊，他为什么？他刚一问我，他刚一问我有点慌张，我想说，没有，你怎么办？你现在说可以，可以吗？没有，你要直接讲可以啊，他问你了，他现在问你，你们想要获得新的特装版吗？所以又要再发一篇吗？10000赞，有人想要获得新的特装版，有人想要新的特装、哦、有。如果破一万赞，就是发新的特装版，然后让你们带着新的特装版来加场的签书会，耶、yeah! ！这样好吗？就是、好啊，当然好，当然好，当然好，一起，然后里面再随便加、欸，里面再加个一两张。等一下，暂停。重点是还是要问这个戴帽子。戴帽子说好啊，戴帽子刚刚又说可以的、哦、他说你说好就好、欸啊、是吗？所以意思是说好，嗯，重点是要破一万赞，破一万赞，那个留言破一万赞，然后那个就会有加场的签书会、嗯、而且加场的这一天让你拿着新的特装版，然后一起来跟君君有一场这个互动，全新的不一样的写真书，穿着冬装的我要啊、哦，感觉也很好。好啦，我觉得书可以畅销，得到大家的喜欢，表示你也是一个很亲和的人。然后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成了大家想要跟你互动最频繁、嗯，然后也希望你私藏在自己家里面这张，哎、欸，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的追随如果愿意用这种方式，其实是用到典藏的程度，就你不能只有在他们的手机跟电脑，他要你随时在他们生活周遭，然后用手拿得到，打开有温度，可以看到你的照片，可以跟你听你说话，最后面有一些那种对话的内容。嗯，
好，今天真的第一次跟你见面，然后感受到你哦，原来这么大受欢迎。其实，在君君的身上真的有一个很亲切、很亲和，然后这个是这个现在，你刚刚说我是大吗？哦，然后就觉得是一个很漂亮，赶快去骂他。没有没有，他说我们这整本书啊，从一个大妈的造型开始，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是大妈。对啊，然后他就说这不是那个少女心。这在里面算是最大妈的造型。好，好了，不要解释，没关系，不用解释。我们来做个 ending， 做 ending。安娜明星界，谢谢圈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准备来办那个新的签书会了，一定是一定会成功的。那按一万赞的那个要记得截图，然后就是贴一下安娜。等一下那个下播立马。好，下播立马。谢谢大家哦，然后记得去支持这个每一个用心在出版那个好看书籍的老板们，对不对？实体的书啊，实体的书是有温度的，一些实体的专辑是，我觉得应该要多支持实体的作品，让这些就是可以成为典藏，也成为你们很棒的一个人生的旅程上重要的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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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记录，对不对？对，谢谢你来，谢谢安娜明星，下次见喽，谢谢君君。拜拜。不限量。